摇滚天团五月天昨天在桃园热力开唱，但竟传出有五位不该出现的人混入了演唱会现场。在青浦棒球场的热区哦，有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进入，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都把这个歌迷请出来。虽然不是居家检疫隔离民众，仍被市府天网一一揪出，这五人都是国外返台的歌迷。为了一睹偶像风采，不管防疫规定，这些人将被市府重罚。那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事前就特别这个提醒，那么自主健康管理的这个民众，仍然不得参加大型的群聚活动。按照目前我们的执法的能力，一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人找出来。至于会不会影响今明两天的演唱会，市长郑文灿说要让相信音乐自行决定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